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101茶水间，我是 Patricia。Hello， 我是 Linda。Hello， 我是小巴。好可爱的声音啊，小巴！我觉得你们连续两个都太温柔了，我忍不住啊。你本来就是这么温柔。Oh, yes. 来，让我们在一片笑声之中，拿出今天的三明治，是草莓口味的哟。好，让我们来看看。OK， 延续上周的主题，我们上周讨论到，我们大家都是什么 Barbie， 什么 Barbie 这样子，很有趣。但是有时候会不会觉得，好像跟那个电影有关？我们就是常常贴着一个标签，觉得我是怎么样，所以我一定不能怎么样。然后或者是我觉得他是怎么样，所以怎么样？那我们今天就来讨论看看贴标签这件事情。在我们的过往经历之中，有没有被贴标签或者是贴别人标签的这种印象呢？我们可以请小巴说说看。我觉得可能到现在此时此刻都还在贴标签，不管是贴别人或贴自己。我觉得我们好像需要一些这样的标签来定义我们自己。那但是我觉得我的工作因为是演员也是主持人，所以有时候在我的所谓的演艺圈娱乐产业这个环境是比较是被放在台面上的，所以有好多的时候是有些标签是不管是记者下给你的，或者是制作人电影导演下给你的，你有时候不得不接受这些。所以我一开始当然是我是从大档节目出来的，那是一个 live 的政治搞笑节目。那如果今天他在可能在美国就会是一个很棒的 comedian， 是一个谐星。可在台湾 comedian 的这个文化并不长，也没有那么深，所以大家会觉得谐星。我觉得我被谐星这两个这个标签真的是，我知道他现在还是在我的身上，但是我也从被贴到抗拒，到现在跟他和平共处，到现在如果扎血的话，里面会流出谐星两个字。就是我接受他，而且我也非常享受他。然后，但是也因为这样的标签会定义了你的工作，所以也就是说，如果那种温良恭俭让的女主角就不会找我去演。Not yet. Yes. 然后，所以你就会在这个行业之中就这样子一直要跟你的标签一直共存共生，然后但是直到你跟他和平相处为止。但我觉得这个和平相处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曾经因为我曾经是模仿小 S 出道的，所以是小 S 的标签也在你的身上。对，我还有另外一个人，然后我又模仿的这么惟妙惟肖。那个时候所以很努力的，那时候你知道我多无聊吗？小 S 留长发我就剪短发，他短他左分我就中分，你想要区隔开，他的颜色是黑色我就咖啡。所以我中间有一阵子是疯狂的拼命去漂头发，就是严重到你真的想让这个大家看见我们不一样，你好想要去用外在很多事情去证明不一样。然后当然也遇过他本人非常多次，然后到后来你就发现，如果这么喜欢演戏，就当作去演这个人，演这个角色。那如果你真的，我觉得在这个跌跌撞撞的过程之中，有很多时候是问自己，那我是谁？我知道我长得有点像他，然后甚至还有一个 Discovery 的报道说，你知道全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三个人跟你长得超级像，有这种科学根据。那我就觉得我已经够幸运，我已经找到一个了，那接下来应该是 Jennifer Lawrence 吧。有哦，有一点哦，就 Thank you 林哥，没有。但其实你的出道也跟这个标签很有关系，也是因为这个东西在你的里面，所以你有这个能力，所以你就被发掘或是展现出来。所以标签有时候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对。但是在这个，因为你是艺人，所以在镁光灯下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好像艺人很辛苦，因为他们会被贴标签。那可是我们要不要看看 Linda 的例子呢？你是什么样的角色？那你曾经被贴过什么样的标签？有啊，有很多时候，我觉得当妈妈也有，就是说，妈妈应该做什么，妈妈不应该做什么，或者是在我以前还没有当妈妈的时候，我是英文老师，然后因为我是华人面孔，所以你去当讲英文的时候，人家就会怀疑说你到底会不会讲英文，对，他们会要是有一个白人在我旁边，然后我在他旁边，人家就会看着他。
不会看着我，嗯，然后但是可能这个人是从欧洲来的，或者讲德文或什么，但是人家不知道，他只是看到白人就觉得哦他会比较讲英文，嗯，然后我不会讲英文，嗯，然后要是我是华人面孔的话，我中文应该讲得很好，所以为什么我讲中文那么烂，然后有口腔或怎么样，嗯，然后人家会觉得你好奇怪，你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嗯，所以有很多标签，我自己到现在我也是在OK, it's OK, 我就是这样子，嗯，有一点接受自己，因为我觉得要是我们一直在标签当中在抗拒或抗力，其实我们就 越来越变成我们标签的那个人，就像永远不想要跟我妈一样或者跟我爸一样，然后你有开始有一些抗拒，嗯，说我不要被标签这样子，嗯，但是反而你开始长大，你会越来越觉得好像我就是这样子，嗯，但是我觉得当我们可以面对这个标签，然后可以接受说哪一个是真正是上帝跟我讲我是谁，然后有成长，就像你说我就是学艺，嗯，就是留着这个，嗯，就上帝创造我就是有这个天分，嗯，然后我接受自己，但是我也是我个人自己独特的人，对，我可以走出我自己的路的时候，我觉得就有一个 那不一样的一个开发，嗯，你们有看过那个 Max Lucado 他有一本书叫 You Are Special， 嗯，没有看过耶，你可以分享一下，嗯，他我就想到你们讲标签的时候我就想到这本书，他是一个就是一个children's book，嗯，然后他就讲到一个 village，嗯，然后他们是一个布偶，是一个，木匠伊莱做的，然后每个布偶都是不一样的，嗯，都长得不一样，有些高的有些矮的，胖的有瘦的，那每天他们这群布偶做什么，就是贴标签，就是贴，要是你觉得哦人家觉得你好棒，他就给你个星星，嗯，然后要是你觉得人家我，哦，觉得你很奇怪，就给一个黑点点，嗯，然后每天就是这样贴来贴去贴来贴去，那有一个主角他就觉得全身都是贴满的都是黑点点，然后觉得为什么就是那么差劲，为什么我就是这样子，然后一直不断人家就一直在贴黑点点，嗯，然后他就觉得有一天他有认识一个布偶是完全身上干干净净没有星星但是也没有黑点点，嗯，他觉得你怎么那么奇怪，嗯，为什么你全身，然后觉得你好奇怪，他想要贴个黑点点在他身上，然后但是那个他贴下去的时候那个黑点点就掉下来了，嗯，粘不住，他觉得你怎么那么奇怪，嗯，一直贴一直他就是粘不住，然后他说你到底是什么秘诀，嗯，是什么秘密，然后他说我每天都会去看那个木匠，我会去看伊莱，嗯，他也 等着你去看，嗯，你的创造者，对，嗯，然后呢他就忍不住，欸，他就去看一下那个木匠，他觉得那个木匠会认识我会记得我吗，嗯，他去看的时候他一走进去又突围说，然后木匠就声音就说哎，欸，是你吗，我们期待很想要，啊，对，然后他就把他抱在他的身上，然后就开始跟他讲话，嗯，然后他就发现哎，欸，为什么走出去的时候他有一个黑点点就开始掉下来了，嗯，对，我就觉得很感动的，对，欸，我有看过这个，我不是看书，我是看这个的卡通，嗯，对，他有一个卡通，对，我觉得很感动，后来我记得他就轻飘飘飘起来了，嗯，他原本贴那个然后他都，嗯，可能是一个差不多的这个故事情节，嗯嗯，他们本来都要会飞，可是因为他带很多标签他就一直飞不起来飞不起来，哦，然后他就认识了这个原本创造他的这个人之后，嗯，这个人给他的那个包容还有爱跟肯定，嗯，就让他那些纸一个一个掉下来，嗯，然后他就哇好满足，然后他忽然看自己不一样，因为原本他被贴了标签，嗯，他就以为他自己是标签上说的 whatever，嗯，这样子，嗯，然后后来那个开始掉的时候他就发现哎，欸，原来我是这样的，嗯，原来有不同的眼光，然后他就轻飘飘飞起来，嗯，我也觉得好感动，哦，对啊，对，而且再讲下去 Patricia 要哭了，各位观众It's okay, 已经这边有，这边有，对，已经准备好了，这就是为了他准备的，各位观众。好啊，那我们来再讨论看看，在过去这些环境啊，我们刚刚讲过了，我们成长过程中，不管是在你的职场，在你的家庭里面，我们都会被贴标签。那你有没有什么时候，就因为这些标签，你就觉得自己不够好，你就开始看低自己，觉得自己不完美？为什么？也请小巴先。All the time，欸，all the time。不知道为什么是，我觉得好像，我觉得我是不是有病？很诚实，谎言那种感觉没有没有，应该说你永远都在处在一个不满足的状态。那个不满足是什么？好像是说，好举例，小时候你就会说，哇，我一定要赚到人生第一桶金100万。好，当然你真的好不容易赚到这样100万。
就是这种感觉吗？然后就去找另外一个烦恼，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是自寻烦恼也好，或者是你想要满足这个社会对你的要求期待也好，然后但是你，我觉得有时候不一定是别人给你的，有时候是自找的。那个你想要有突破，你的生命有突破，你要有新的成绩，你的我的可能百岳要爬几座，然后我可能想要收入多少，我才觉得这是成功的定义。但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今天看到一个也是一个文章，他就写说，成功哦，已经不再是你在世界排名的富有的程度，成功是你每天迫不及待的起床，想要过今天。然后我就觉得对啊，因为我们都会赖床，为什么？因为今天不是你想过的啊，今天没有你期待的事情发生啊，所以当你今天真的是好期待，今天你有这么一天，你是哇，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怎么运用我们的一天。当然我觉得有好多的人不是可以有自主权，甚至不管现在战争中或者是在各个困难的环境之中，但是我们如何我如何珍惜我的每一天。对啊，因为你知道，因为我妈最近都不在家，然后呢没有人叫你起床吗？没有，我就觉得冰箱都没有东西，可是我一直会觉得没有东西吃，会担心没有东西吃，一直告诉自己我一定要有找时间去 Costco， 可我最近真的太忙了，没有时间去 Costco， 可我今天就是很匆忙的要来这里，然后我看着冰箱，怎么还是有一些东西可以吃，然后变，怎么一大碗，我真的就是起鸡皮疙瘩，我就这样从厨房上只是微波一下两分钟，我觉得，然后我就这样，这不就是日用的饮食吗？我还吃这么饱，流泪到，然后我就觉得我好饱哦，我根本就不是需要很多嘛，我根本就不是，我们对未来的恐惧或者是我对我的担心有必要这么多吗？所以我们起床那个不期待，有时候真的是给自己的压力太大，给自己要做的事情太多，想要满足自己的需求太多，所以你就会不期待今天，或者是你不满足于今天。我觉得大概会是有时候不要等别人给你标签，有时候自己要先拿掉自己给自己的标签。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我现在很重要的课题。你提到这个很符合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哦，因为讲到不想起床，其实很多忧郁症，很多这种好像 depression 的开始，就是从渐渐他失去这个起床的动力，或者是他对这一天都没有盼望，然后他就想说算了，那我不如在被窝里窝着。那我今天早晨其实有一度就想说，哦，为什么我要这么早起？然后闹钟响了，我都让他就是响大概十分钟左右，然后很吵。可是我今天他大概响了五分钟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说，哎，我不能这样子哦，我要换一个态度哦，今天是美好的一天。然后我就自己这样掀开床说，不行，今天是美好的一天，然后就跳起来。对，我觉得有时候就像你说，我们要自己鞭策自己，对，而且要转换，好，协同牧师最喜欢说要转换你的那个信念系统，就是不管是你是睡前祷告啊，或者你起床祷告的时候，你就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宣告，今天 it's gonna be a great day， 不管我是不是要做跟昨天一样的事情，但是我都有一个盼望，它会是不一样，会是一个领受或是给予祝福的一个可能。那请问 Linda 呢，你有没有觉得自己不完美或是不好的时候？为什么？我也是 all the time。对，但是我觉得 all the time it's okay， 就是说每一次你觉得你自己不好的时候，那是上帝的 invitation， 上帝的邀请来到他的面前。我觉得这个不是说我们要 fight against feeling， 我不要有那个感觉，而是说 let that emotion draw you to God。就是把那个感觉，你每一天的一些高高起起、高高低低、高高低低，带领到上帝的面前，然后听他要跟你讲什么。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会有 depression， 是因为我们逃避我们的现况里面的痛，你不愿意去面对。但是我觉得上帝 is big enough， 他是够大，而且够可以 handle 你的感受、你的 disappointment、你的对自己的一些。Everything， 对，太多了。因为我觉得我活在我家是有我爸妈也住在一起，然后也有我先生，也有三个孩子，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家族的一些动作都是我在中间。
我要当桥梁。我爸妈跟我先生，我爸妈跟我孩子，我孩子跟我先生，我孩子 ，you know like everything。所以就觉得我有时候觉得我是一个 Linda sandwich。被夹得很紧、然后要 cheese 口味，对，今天是草莓口味，草莓巧克力，好像，但是当我状态不好的时候，那个 cheese sandwich 或者是 Linda sandwich 就是不好吃，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就是要把我自己放下来，就是 I can't， 我真的没有办法，and it's okay。你刚刚讲说 all the time 的时候，我脑中忽然有个音乐。You are good all the time, all the time. You are good. 这就是要听诗歌的原因，才会让你在很 depression 的时候，你会想起一些好的旋律。对，就是哎，神告诉我说 ，It's okay, it's normal. 你可以，你是很寻常，你会有各种各样的高低起伏，在生活中，哎，常常很多时候你在职场。演戏演戏演戏，那不就是主持主持主持，也可能一成不变。何况我们是妈妈的，我每天小孩小孩小孩，老公老公老公。对，我如果是在这里面感觉到任何的疲累，更多的应该是来到我们跟神的这个秘密的小空间，来更多的跟他寻求，求他来满足我们里面的那个空虚。对，我觉得就可以比较能够胜过这个不完美、不开心的这种状况。那像我们刚刚提到这样子的状况跟事情，有没有影响你看事情或做事情的态度呢？因为你常常觉得自己不够好，你常常觉得在刚刚我们提到神之前，那你还没有认识主之前，或者是你还不知道可以寻求神的时候，这个东西怎么样好像污染你的想法或眼光呢？我觉得好像很有趣耶，因为在我的行业里面，你必须要觉得自己也要有自信，你才可以表现。然后，但是我们在同一个舞台上，总是会有前辈跟后辈。可是你是在那个角色里，还是你是在小巴？你在小巴的话，你要对这个前辈非常的尊敬。你要叫姐，要叫哥。然后大家可能那边也要叫我姐，或者是他们可能都很尊重这些伦理辈分。可是，在角色里面，如果我今天是这个，怎么讲？我的权力大于这个前辈的话，我必须要提起那个气，跟提起那个姿态去指使他，或者是去骂他。我觉得角色在舞台上的转换，其实心境上对我来说是蛮难的。然后，可是你要怎么有自信，然后却又不骄傲？我觉得真的好难哦。然后你要怎么谦卑的听进别人的话，可是你也没有不会到没有自信。我觉得这在我的，我觉得在我们的，我不确定东方文化里面，我们知道要谦卑。可是当我可能去纽约念书的时候，我发现他们不是不谦卑，他们是好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很敢说出来。他们很怕跟别人一样。可是在我自己成长教育的环境里面，是我们很怕跟别人不一样。因为那个不一样就会让你被看见，你就会变成大家。那只黑羊，对，那个对，我就会很清楚很明显，所以大家为了求一个平安，都是跟大家一样是比较安全。所以我觉得在我的成长跟我的职场过程中，我一直在这两个这个自信跟谦卑之间游移。然后我也会觉得，到底我要做那个最小的，还是我有时候要去做那个最大的？其实我到现在没有答案呢。我觉得我到现在是一个 question mark， 特别是在不管是在表演上，在我的，就是我到底可以说出多少我的真心话，然后这个话是符合，所以我常常会有个念头，就是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对的，所以我就会这样，神 help me help me， 然后我心里就 help me help me， 跟着长辈相处，怕踩到他的点，他的雷，help me help me， 我都是很快在心里help me， 帮我说话，给我智慧，拜托，帮我说出的话是有意义的、有用的，不要是骄傲的。然后当我一辈可能因为我这次的工作是跟 一堆前辈一起合作，前辈有好多的想法的时候，你会看自己很没有然后你会觉得自己，那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可是我反过回来，就是我能跟一群这么厉害的人在一起，表示我也不错。这是后来，但是在那个当下，我真的就是跟神呼求说，你帮我听见这些长辈的意见，让我的表演是为了荣耀你的。我真的就会一直感，就是一直呼求因为我到现在没有个标准的正确答案，但我会
在这种危急时刻，我会告诉，我会真的就像 Linda 说的，你在那个软弱的时候，你在那个你觉得自己不好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去找，你才会提醒自己要找神，嗯，然后神才会有机会让你现在终于来了吧。我觉得这种时刻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跟重要，无论是在我要上台前跟我在台下的人生，我觉得只要自己怕自己太过骄傲或太过谦卑，我都会时时刻刻请神来帮忙。嗯，求神，太棒了。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这个聊天就让我们想到，我觉得这个故事是我们今天的很好的一个提醒，我们都要认识那个创造我们的人，对，然后我们都不要看我们身上的这些纸条，这个贴纸，不管是黑点点还是星星，而是要知道，哎，神是怎么看待我的，然后去发掘我们在他里面被创造那个受造的那个珍贵，对不对？好啦，那我们就跟大家说，下个礼拜见，拜拜。Bye